沉浸在电玩的世界，专注的抢夺领土，但这可不是什么新款游戏发布会，而是桃园市国中生的暑假作业。当作业结合电玩写功课，不会再一拖再拖了。书面的东西是我比较觉得没有兴趣的，包括不喜欢跟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就不会这么枯燥乏味。我突然觉得他们好像鲨鱼闻到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阿杰在这里耶，然后就开始打过来了。结果我打着打着，我没有血量之后，他们还有血量，对不对？继续打我，我就看着我的领土呢，一下一点一点的不见，最后被灭亡。当老师也加入游戏，也意外激起学生的战斗力。这款可是由台大电机团队打造出来全球第一款游戏学习平台。桃园市学生的暑假作业大玩创意，除了电玩 PK 赛，还有偶戏表演。我们现在在文山国小，也可以自己制造一个。偶戏现在不只是阿公阿嬷时代的玩具，如今在桃园小学生界也很流行。组一个团队，自己写剧本，动手做玩偶，彻底翻转过去由上到下的学习方式。他从编剧开始，怎么样制作戏偶，一直到表演完成，所以这里面包含了共学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跳脱过去传统这个暑假作业的框架，小学生们也要打入国际杯。这个暑假会带着偶戏前进日本表演，展现努力的成果。完全不会紧张。环宇新闻陈明燕、赖伟凡、陈淑曼，桃园报道。